港台狀國家風波我愛己道歉啊，係無心之失，你信唔信啊？我哋啊上網啊買機票啊試過，Emirates 啊，我上到去搞錯啊！真係噶，香港啲自己國家啊嘛，香港自己獨立噶。不過就喺香港啊算鬼數啦，咁樣啊做好嘢。呢啲係咩啊？特德啊！呢一個咧叫咧係一個叫做implicit 啊，即係唔係表明嘅，暗地裏去搞呢啲小動作嘅啊，就將咧呢啲地方有乜理由？因為港台都仲話嘢，西藏都叫國家。是不是啊？封殺都是啱的啦，呢啲啊一嘢打殘佢，等佢以後邊個夠膽做啦？係咪啊？所以無心之失，你信唔信？我唔信，絕對唔係。你信？